靠宠物店赚不到王某人一分钱。为了学怎么给豆豆剪毛，我费尽了心思当了30天的学徒，现在我已经完全熟识。废话不说，我直接开始教学。俗话说得好，眼睛是窗户的心灵，所以说先把眼睛剪出来。脸更好剪啊，左边一下，右边一下，你不要以为我把它剪翻了，接下来才是见证奇迹的时候。这就是我的生活有点多磨，我觉得挺好看的，出去玩。毛妹家我就算了，弄了一地。哎，你别照了，我带你去找专业的剪还不行吗？剪毛还得找专业的呀。他怎么剃了这么多毛？是不是你剪的？不不，绝对不是，我是他自己玩剪的。他总这样。挑战跟小狗玩捉迷藏，趁他没有发现我，赶紧走。老邓，你要干嘛？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他怎么还在那看呢？回头了。老邓呢？谁看见我爸？身高1米5，智商2.0，长得有点火，又像小老鼠。如果我傻傻分不清楚，我爸肯定在哪偷笑。晚上千万别睡觉，我要给你喂肥料，作为你养我的回报。回家后，今天让你在床上睡，早上的事咱俩一笔勾销，听见了吗？晚安。哎，姑娘。这就是我的生活有点多磨，就像水面上的叶子不停的漂泊。我家狗会看动画片，天哪，你们会看的？他说跟个小孩似的，他看好几集了，他真看进去了，趴在我身上看，拿手挡住，就拿鼻子拱我。你们看，别动了，我都烦死。坐下，握手，这个手，机长，之前很多人在评论下问我多多几斤，我都说6斤，今天更正一下，多多3斤，净重3斤。当然要拍照记录啊，他又不是永远这么无忧无虑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在老爸的苦心引导下下海游泳，走到一半掉链子，撒腿往回跑。第二次尝试，好家伙，这小胆，看着老父亲远去的背影，多多快乐的像个孩子。此时海里的老父亲好像遇到了什么难事。2小时后，老父亲缓缓上岸，多多仿佛在说谁家的傻子。然而上帝不会放过任何一只幸灾乐祸的狗，经过了老父亲的9981练，最终学会了神功塔浪尔来和装模作样。你们看看这个狗的耳朵剪的行不行，我今天给他送的宠物店去剪的，这狗的耳朵剪的啊，真好。这耳朵在这儿，这两条是啥意思？我很难下刀，是不是这样的？这啥呀？这，哎呦我的妈！这剪的，非要去狗公园，啊，玩了一下午。爪子干伤了，你现在这啥意思啊？你那条腿为什么不放下来啊？你倒成了3.5条狗了你，啊，过来走两步来，过来吧。哎呀，这哪不是走的？多多别睡了，今天是狗狗公园相亲大会，你到底去不去？那句老话说得好，狗子要穿衣，对象开飞机，穿的又好看，老来八个伴儿。今天为你准备的是可盐可甜的彩虹毛衣，心机满满的绿茶坎袖。傲娇冷艳的 JK 短裙，还有你一战成名的黄衣战神。不过我今天推荐的是可爱清纯的小樱桃，再加上这个原装国产进口组装的口水巾。哦天啊，这也太好看了吧。那个这位小狗，美丽是需要代价的，我来给你算算你这身需要多少钱哈。衣服20，口水巾20，还有知名设计师的设计费20，一共是80，你怎么支付？嗯，哎，算了，给你打个8折吧，给我100就行。我家狗子拔牙后彻底一毛了。你能不能别跟一个蛇一样啊？你不就是拔了几颗牙吗？没想到这几颗牙
给你造成了这么大的影响。别舔了，我以为你是蛇。朵朵，我刚说完我饿了，你就在厨房门口给我来了一坨硬硬的屎。你，朵朵，你确实是个好孩子，你也挺孝顺的，但是这玩意儿爸爸真的吃不下去啊。那什么，朵朵，爸爸真不吃了。不是爸爸不爱你，是爸爸挑食。朵朵呢？朵朵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朵朵。宝子们，今天多肉在狗狗公园的故事非常精彩，一起往后看。首先是古希和巴格利的两位白富美的交流，然后多多就一直检查阿伟的裤裆是否有线头。正当阿伟不注意的时候，得手了多多。刚才阿伟小声告诉我，他觉得你有点胖。OK， 没问题，游泳去。实不相瞒，这是多多狗生第一次游泳，速度简直就像一条金枪鱼在海里狂奔。当我以为你渐入佳境的时候，你却吐出一口老水。金毛转身就跑，猪猪猪，主人，我看见了一只水猴子。跟热心粉丝的两岁泰迪竞赛，比多多腿长就算了，还拿尾巴当螺旋桨，这年轻人真不讲武德。谢 bro 真帅。多多，你要去狗公园了吗？可是天太冷了，每次去都是自己，没意思，今天就不去了吧。你这个眼神我真受不了，现在才一点，我用屁股屁股看一下有没有人一起跟我去狗狗公园吧。我有狗，你有酒吗？我想吃碗面。嗯，什么面？你心里边。哇的哎，不玩了，六点了，该做饭了。嘿，你也太会投机了吧，那个屎跟螺蛳粉的味儿我是闻不出来，但是我不瞎呀。啊，在那求我原谅了，我一原谅他马上就进来。行了，过来吧，豆豆，过来吧，原谅你了，原谅你了，过来吧。不确定，乖，来，进来了，过来吧。这小狗是这么可爱，谁能不原谅你啊？这谁受得了？然后我现在我就假装我生气了，我再让它出去。我生气了啊，滚，出不去了。不就是想要出去玩吗？还用苦肉计？走吧，狗公园。朵朵，我们家住10楼，你不用电梯，我还用呢。刚到狗公园就撩了一只小狗，就那么几句甜言蜜语，居然就把它拐跑了。嗯，是什么吸引了朵朵？原来是只几个月的小麻吉。嗯，朵朵要给你军训了。朵朵一转头我就知道，虽然朵朵可能搞不定你，但你的主人未必。就因为小麻吉管朵朵叫了一声黄胖子，朵朵表示你见过这么灵活的胖子吗？我瘦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我是个兔子。朵朵你可以了，你转就是算了，你还给人一个逼斗。小麻吉在那怒喊道，黄胖子我跟你拼了。这次是朵朵不对，为了让他们和好，我想到了一个绝招，不管姐妹在多生气的时候，只要使出这招，他们就会开心的笑。来拍照了啊，看你俩谁拍的好看。一二三。